E3 Taiwan 旗下游戏 A 卡新世纪将于3月17日进行卡莲娜第二阶段版本更新。这次改版不但补强了中介玩家练等需求，更有多样好礼呈现给刚进游戏的新手。在玩家感受到神秘空岛卡莲娜强行保卫战神其魅力之余，趁这次改版也可以伸展一下筋骨，体验多项任务给您的惊喜。改版内容包括了50亿到60区间任务开放，新增商城界面搜寻 UI 系统，新增更多便利的道具，也有搭配新手和既有玩家的贴心活动也同步展开。想要知道更多的改版内容以及活动讯息，玩家可以到 A 卡新世纪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哦。